挑战一日三餐只吃巧克力。美娜姐姐，你能不能挑战一日三餐只吃巧克力？如果你要挑战了，我就带着我全寝室的人给你点小心心哦。什么？只吃巧克力？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想要胖死我？不过你都说你全寝室的人都会给我点小心心的话，那我必须得挑战呀。早上咱们先来一个巧克力威化饼。一层脆脆的巧克力，里面是夹心饼干，而且夹杂着上面芝麻的香味，特别的好吃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只能吃巧克力，里面的饼干不能吃，那我只能啃巧克力了。只能吃上面一层巧克力，我这早餐是吃了个寂寞嘛。哼，那咱们中午见吧。Later。江江，中午咱们就来一个蘑菇巧克力。哇，这个形状还真的像蘑菇呢。这个巧克力是嘎嘣脆的那种，只能吃上面的蘑菇，不能吃下面的饼干。但是，一天只吃巧克力，吃的我好腻呀！中午属实是没吃饱，那咱们看看晚上是什么吧。晚上见喽。2 hours later， 江江，晚上咱们就来吃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巧克力。这个巧克力你们吃过吗？我可第一次见。这是一套工具箱巧克力，小起子。嗯，味道好甜呀。接下来再来尝一下这个小扳手，做的太逼真了吧。这个小扳手，这个是小钳子，这个是小锤子。这个巧克力吃着确实是很丝滑。现在的巧克力做的真的是太逼真，太好玩了。你们吃过这样的巧克力吗？